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讲一下那个二头弯举的进阶，因为真的太无聊了，然后又不能去健身房了，所以今天这个卧推椅的话，我们先稍微把它往后，所以往后呢就会增加你要施力的距离，然后你的离心力会让你更重，所以你可以先这样。然后等到你越来越累，你可以稍微往前。或者是换成垂式。那这样子练。因为开始这样换你的地心引力会拉得很凶嘛。所以你越来越没力之后，前倾就可以稍微借力。就可以再把所有的重量把你全部都操到完。OK， 那今天简短做到这，大家加油健身吧，拜拜。